现在很多观众很喜欢看到峰哥给我们说几句话，是东北有三宝，哎呀，不能在东北有三宝了，人生貂皮乌拉草，不是人生，人生仿佛一场梦，梦如烟，哎呦，烟如气，气如屁，所以人生如屁，惯惨了，抢救啊。哎，可忍呢！抢救什么？抢救！抢救什么东西啊？12月5号有个年轻人叫康康，哎呀，推出唱片，哎，一直卖不好，希望大家不要再买黄品源的了。哎，这你这个有大哥的风范吗？不是，抢救。哎，跟顺顺是，你还不错吧？啊，所谓这个菜虫吃菜，哎呦，菜下屎，嗯。杀手杀人就被人杀，哎呦，有的是到了海南岛才知道身体不好。哎呦，你现在还这么风流啊？到了包厢才知道，海南岛已经严打了。到了包厢才知道自己的老婆老，哎呦哦，老婆就是牵手嘛。是啊，牵手。你有听过吗？听过。牵手，牵手。牵着初恋情人的手，仿佛回到18、19。嗯。牵着热恋。爱人的手，酸甜苦辣全都有。对，牵着现在老婆的手，好像左手牵右手，哎呦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形容的可真好，是，心情非常的苦闷。哎呦，怎么是个苦闷呢？你知道怎么排解吗？这是怎么排解了？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哎呦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哎呦。男人不喝醉，女人就没小费；女人不喝醉，男人就没机会。哎，男女都没醉，宾馆没人睡。男女都喝醉，请问你哪位？哎呦，你怎么会睡在我旁边呢？哎呦，昨天晚上我给钱没有。这可怜啊，最近有一个年轻人12月5号包庇了，制作费70万，哎呦，宣传费0。哎呀，不是，您这我们刚有72烈士，孔老夫子72个弟子，孙悟空72变，康康有兵变。哎呦，哦，这位年轻人有兵变，是光说不练假把戏，说学逗唱才是真功夫。嗯，哦，今天的表现可以换一首歌吧？来吧，再来，康康。那我知道，这么好的表现，一定要康康打一首歌。哎，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。这样嘛，老朋友，老婆带过来，我是。
小薇啊，我的口哥，我要和你飞到天上去。哎呦，哎，班主任来了，班主任来了。这是你弄的吧？害我以为我怎么又回到学校去了？前者，不是峰哥，是你刚刚讲了那么多，也很卖力的，就想换一首歌，是对不对？你这个该烧的香也没烧，拿一捆蓝色的钞票，然后丢100块在里面，你把康高峰第二次带过来，不是，话不是在这里，哎，哎，哦。什么兵变？不是兵变，是，你看人家打歌的时候看起来多么干净，多帅气的一个年轻人，你这样叫我们怎么给你打歌？你穿这样怎么打？好吧？那我林峰帮忙康康唱兵变。哎，不是，那不能唱兵变，好吧？下一集由他模仿林峰，然后，好吧？啊，我跟他先讲。不是，我可以马上。下一集你才会变成康康。我马上变康康，哪这么可能的事情？那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，对吧？对啊，力气得挂去洗。好可怜，给他打。还有。康康，你要戴假发吗？他就看病的呀。这个就厉害了。哎呦，你看看。真的不容易，他马上把头套一拿掉就还原了。哎呦，大家好，我是康康。安排这一首我的最新专辑叫《冰点》。既然这么样的努力，同学又替他求情，对吧？嗯，给他打一下好了。一定要的。冰变，好，康康，哎。说要等我回来。掌声鼓励一下。那个，你刚刚丢了多少钱在那里面？四千块，是不是？刚刚彭康讲只剩四小姐。是，如果要再唱完，还要再加钱，划不来嘛？哎呦，对不对？宣传费70万，孔康这边你为了要打歌付了80几万，你划不来了。啊？那怎么办呢？那么你这样看，我还看得蛮顺眼的。真的吗？其实你假发比真发好看多。好了，给康康鼓励一下。欢迎5566。班主任好。班主任，这是我们的新专辑《5566》首张专辑。哎呦，这几个年轻人没有礼貌。啊？为什么？这怎么？拿人家的内裤当围巾，这是什么内裤？不是，你看，我可以证明。难怪我这天拍完之后围巾找不到了。是不是这个？平娘讲，他们这个团体非常人才，非常的健全，有主播，有主持节目的，啊，还有会武功的是小刀的。对，但他因为腰受伤了。对，其实我这个是旧疾，然后之后复发了。表演节目的时候，后空翻的时候，整个脊椎就开裂开了。还能升？哎呦，还能升职吗？目前是有点困难。不是，我说腰能不能升职？就是升职，有点困难。什么升职？腰能不能升职？哦，可以升职。小刀是听错是吗？还能不能生育？今天给我们来一些什么表演呢？现在时下年轻人呢非常流行的 B-box。
哎呦，对对对，表演之前我们要先讲解一下，对，因为之前呢、啊、班主任有那个台语的这个职能是、啊、是我们来上一个客语职能教室，客语职能教室、哎嗯、这个我跟你讲、哦、很多客家朋友已经反应了，对，首先先来讲到是国语音彭康玉、哦、彭康玉是小刀，小刀小刀，彭康玉客家话叫做彭空用，彭空用，来我们一二三大家一起念，是一二三空空用，哎，有了有了，再来就是孙协志，就是我了。嗯，孙协志，来，孙协志的客家话是孙夏季，一二三，孙夏季。好，再来喽，王仁甫，王仁甫这个要有一点点那个愧靠在里面。哎呦，王仁甫的客家话叫我妮甫，我妮甫，哎对对，而且那个妮要这样子，我妮甫，这样像。哎呀，这样，对，这是一个感觉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结合了时下很厉害的 B-box， 好，运用口技以及呢身体的肢体，身体的肢体来表达出我们个人的一个自我介绍。这个厉害了，好好好，来了，这名称怎么那么长啊？好长啊，鼓励一下。碰空用，碰空用，碰空用，你服碰空用。空空又空空又，你不，你你你你你你你不，你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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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e, two, three, four. 孙哈基，孙哈基，孙哈基。王少伟，孙哈基，孙哈基，孙哈基。徐梦泽，徐徐徐徐徐，徐梦泽，徐徐徐徐徐，徐梦泽，徐徐徐徐徐，徐梦泽，徐徐徐徐徐。王少伟，王少伟，王少伟，王少伟。好会叫。王少伟，王少伟，王少伟，王少伟。你不，你你你。跳才发现你们这个专辑马上就活了哦、oh, 真的哎、oh, oh. 好像那个墨西哥跳豆一样的整个那个观众就会去想象了对 对, 對、啊、好，那我们表演完西装可以脱掉了，可脱西装了、啊、其实穿西装纯粹是为了体面，对对对对，只是为了要耍帅一下而已，没有因为来上飞哥节目不可以只穿个衬衫跳舞啊，对不对，就像有些人有没有林峰啊就不能打歌，哎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们要换个衣服，要对对对，如果不换衣服起码也戴个假发什么的，对对，所以想说脱了外套之后可不可以打个歌之类的、啊、可以可以可以、啊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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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，请问给我们打个什么样的歌呢，啊枪声，枪声子，对，来掌声鼓励一下，好，他为什么刚刚没唱呢？因为他腰痛。哎呦，那刚刚跳的时候，他刚刚不是也有跳吗？没有没有，他刚刚是拿着拍子在比划，走来走去而已。没有误会他了，这么就厉害，对不对？虽然说团队的精神，对啊，虽然他腰痛，但是我们不让他脱队哦。啊，如果演唱会啊，或是干嘛，他就负责拿毛巾。拿矿泉水这就对了。祝你早日康复，好不好？啊，谢谢我们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接下来介绍黄家千同学。班主任好。哎呦，你的服装，后来我们一起在服装间换衣服，我才知道。
干嘛把这种事情讲出来？这个没有关系，这个后台的这哎呀，不行啊！这种后台人生怎么可以搬在荧幕上说？观众都不知道哦，真的吗？以为说我们这个，哎，大家表面上距离，其实我们一到了后台，大家都脱光的。不是，以前呐、啊，以前我们作秀常常碰到外国来的团体啊，我们主持人就舍不得走了。对对对，站在后面看。对，就这样。嗯。而且他们都很快，速度又很快。嗯，嘉谦在我们这里其实表演过很多。对呀对呀。很奇怪的表演。对啊。这个是嘉谦的特色。谢谢。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啦？因为之前我不是有做那个。断头的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就断头的那个效果，哦、魔术哎。对，然后这一次呢，就变成是，既然断头都做得到，那干脆把整个人都变不见。哎呦，那是隐身术是吧？对，就是透明人。透明人，来，先下去换一下。谢谢。好。黄嘉谦真的把他的头变透明了，接下来他能像电影《透明人》当中一样把全身都变透明吗？待会儿回来看你的灾。今天除了黄嘉谦超炫的透明人，咱们谢金燕更是豁出去了。仔细瞧瞧这两号人物，哪个是谢金燕？而谢金燕的下巴怎么还长个人？嘿嘿嘿，待会儿您就明白喽。还有超可爱的 Snoopy 也来秀才艺，大跳热舞进京全场，最一流的内容马上都出笼喽。姜蕙的歌唱得再好再动听，再如何傲视台语歌坛，碰到飞哥一样没辙。哎呦，这电影那上面的时阵都危险嘛？哦，啊，开玩笑嘞，迄、那个人若无甲噗挤出来哦，吼，愈发愈大了。有当时啊，眼睛啊为鼻腔画出来，你唔捌看？这边都疼，你唔知道？想看这对欢喜冤家打情骂俏吗？想看飞哥如何逗得姜蕙笑到东倒西歪，连歌都唱不下去了吗？最精彩的巨星登场，英万的村雕姜蕙马上就来啦！综艺大哥大。嘉谦你好，嘉谦这个身材凭良心讲，哎呦，好恐怖！哇，还是背起来，哇，爬不起来了，哎呦，真的好像隐形，好恐怖！要脱掉啊？从哪里开始脱啊？从上面抓起来就脱掉。啊，从上面抓起来就脱掉了，哦。哎呦，是安尼啦，婆阿姐多得着嘞。所以平常场镜头看起来很唬人。真的吗？哎呦，好恐怖啊！觉得很特别。对对对对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已经很想露脸，不然从头到尾在那边。而且我一旦躺下去，你知道那个姿势很难控制，因为你整个躺下去的时候，这边都会抽筋。还会抽筋。因为你要撑住。哦。对，整个要撑住。对对对。好，谢谢嘉谦。这种感觉一直敲到我胸部哎，这种感觉你不是觉得很幸福？一直有个男人在前面。欢迎谢金燕小姐。喜欢你的男生啊，年纪非常的宽广。嗯。不相信，我现在来做一个调查，后面喜欢金燕的男生请到前面来。哦。
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呦，你看，连结过婚的人都喜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哎呦，你看，哎呦，大家说说看，对经验的感觉怎么样？不是，他真的是一个很好又漂亮的前辈。你也把他叫前辈，他每次都叫我前辈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小燕姐，不是，但不能这样子啊，因为其实爱情是不分年龄跟辈分的。哦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有爱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他这个讲的鞋子说人谱呢，就身材高挑，然后长得又漂亮，然后身材又好。哎，我是纯粹外表的。那比你们高，你们会介意吗？不会，没有比我高啊。真的好。哎，说瞎话。哎，怎么你的脊椎就这样就好了？没有了，脊椎不是他，不是他，脊椎是小刀。其实要撇开一些意识形态，比如说你说我结婚了这种意识形态也要拿掉，就是打从心里面的说，哎，这个女孩子的不管是外形、歌声及身材都真的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我觉得好像少了谁耶？哦，我觉得不会吧？你们四个老中青三代通通到了，四个的样子的男人，我觉得少了最色的进来，没有，少了康康。哦，康康，哎呦，少了康，哎呦，来，哎呦，对不起，你刚刚自己也不跑来，你真的他刚没有出来吗？你喜欢跟人家抢吗？没有人要抢，60岁的人我跟你抢干嘛？不是，哎，你所以说你看看，有色自然香，何必当风立？你看他自己请你出来，对不对？对呀，这种型也应该在标准。他这种型一定要出来告诉大家，这种型是我绝对不会挑的。连白龙给你挑了。哎呦，变成老爸出来的话，那就不是开玩笑了啊！你是什么样来选男生呢？我选男生啊，我想因为我喜欢唱歌嘛，哦，我会从声音来挑，歌声要好，挑男生。对，我先来，公哥。哎，我嘞，八卦，哎，家里水也少，姑娘西装嘛真可爱，哎呀，真可爱，樱桃小嘴果真好讲话，别人的乌色目睭我灵灵，姑娘我想要请你看电影。哎呦，真歹势！啊，免歹势，啊，免歹势，好你心会会。怎么样？我的歌声有没有人要竞争的？那你想不想听一下更好的？哎呦，我这因为刚刚这个飞哥就是说有老中青三代嘛，对不对？不一样，不像我们这种比较死板一点，对不对？也不会啦，你们的还是很好用了。我们的真的好用，我都不骗你。你几内功啊？我年轻人走的是深情路线，你是比较偏中年还是年轻人？我看状况。这么说他也蛮好用的，多功能，好，有一点动心。来，哦。哎呦，笑脸瓜哦。哎，这个画面果然是不一样。还不给钱。我和你，奈何你都逃不过爱情。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？有点高。你说你不知你都逃不过自己，该不该再继续？该不该有回应，让爱一步一步靠近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。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失意，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。难以抗拒我，人最怕就是动了情，再战不想不看也不其实不瞒各位说啊，看着大姐姐唱歌还是会紧张啊。我一直很想要投入啊，但她的眼神比我更犀利啊。对对对，不过年轻人还是比较稍微有一些地方会轻浮一点。刚刚你是帮她洗澡的。好了，非常谢谢我们这几位帅哥啊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真的很感谢你们，这么多帅哥。
不然如果硬要我从中挑一个的话，我想我会挑一个长者。哦，长者还是长者？长者。长者。破音字啊。叫长者。我想我里面会挑长者。为什么？这种年纪最大的有一点道理吧。因为你年纪最大啊，这样我比较容易继承遗产。哎呦，转对博先放后尾，我帮你挑一位小饼先生。哎呦，哎，你好，哎呦，小饼今天的辛苦不亚于林峰啊，每一次来我们这边都有惊人之举。没错，今天一定非常惊人。上次跟哥哥一起来这里表演那个张惠妹，对呀、啊，差点夭折的双簧，哇，哎呦，那个双簧真的是甚获好评啊，对呀、啊，印象看过人都很深刻，嗯嗯。今天我们又准备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伪装秀表演，哎呦，等一下我会模仿伍佰，他会模仿万芳，等一下你就知道我们的表演，噱头十足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欢迎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介绍潘玮柏同学。果然又是一位帅哥出现了，这个一生的志业就是希望能够在我们节目里面跟飞哥站在一起，对不对？这倒是真的，真的，这是真的吧？对不对？因为从小看你长大，所以说，不是看着你长大，看着你长大，看着你，不是看。这平常讲也是这样，姐，你们小时候就看我的电视，对对对对对。听说从小到大就是喜欢打篮球，打篮球，对对对。哦。所以今天是想把篮球类跟这个舞蹈稍微做个结合，结合篮球舞。以前你是在学校里面是打篮球校队的，以前对篮球队队长，哦，不要看身高只有这样子，但是还真的蛮会打的。不过之前我好像是不是有个班这个班歌要唱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哦，还好，对不对？提醒了我，对。我们这边就有看出这个年轻人的野心，你还敢纠正我？哦，不是，这个，你怎么知道我？不会让你唱班歌呢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想摆后面一点。哎，对哈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这是我错的地方。我错的地方。这所以从那边看出来，你虽然有勇气，但是有勇无谋，好吧？被我闹亏了吧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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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现在唱班歌更闹亏。对对对，现我也在想怎么样去唱进班。对对对。这个听说您的歌声不错，那我们用一个班歌来试试看。哎，对对对，好吧，来，同样。七南沙溪秀闺蜜，大家一起学台语。微博是 DJ 出席，感谢天公都不比，卡哇机会的创意。要抱起我去抢票！哎呀，是啊，我不会唱是《水果之歌》的。不，怎么里面有甘家，还有什么丁九龙？因为那个第一个字不太会念，所以唱起来有点怪怪的感觉。你的口音听起来好像也喝过洋墨水了，一点点的，没有也不算。我是在台湾，我嘎基郎啊。嘎基郎啊，是在嘉义的，是吧？不是的。意思是在地人，是说自己人，对对对对，听成嘉义人。对对对，今天的绝活要看一下了。好，就是我们的篮球舞，但是灌篮要小心一点。听说你很会灌篮，还好。哎，灌完以后人还掉在那边，这样转个180圈，这个一掉整个会掉下来，好吧？对，所以我会小心一点。好，要不然要跟小刀一起去挂号。好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
哎呦，好哎，大师兄，同学这个画面很厉害。什么意思啊？飞哥，刚刚没有灌到了，我想再灌一次，不然刚刚前面讲的真的漏鱼。前面刚刚讲说你灌篮是高手，对对，还180度旋转，现在连一度都没有。那同学要帮他求情吗？是吧？灌一下。这个年轻人很懂上进，好，对啊，要给他机会，再给他灌一次，对对，哦。12月5号发片是吧？十七，不是兵变吗？不要给他机会。又一个年轻人70万又来了，别讲。这个不容易啊，你要摸到那个篮筐就不容易了。那还有什么不容易？放矮一点我就摸到了吗？哎，那我们从哪边开始？直接让我灌一下就好了。直接灌是吧？对对对。好，来灌篮开始，嘿，嘿。但是已经感觉到他这个 energy 已经不太够了，能量累了，哎，跳这个跳两三次就，因为这个真的很高，这是标准高度，高度很高，要试看看到底多困难，我们下来灌就知道了。哎呦，这个不是开玩笑，有的时候真的会受伤。夏一老师，哎呦，夏老师哦，你只要能摸到那个网，摸看就知道了嘛。哎呦，人客进来看哦，夏一老师要表演灌篮哦。高3米5的篮筐标准高度，号称1米6的夏一真能灌篮得分吗？别走开，待会儿回来有您瞧的嘞。大哥大，要试看看到底多困难，我们下来灌就知道了。哎呦，这个不是开玩笑，有的时候真的会受伤。夏老师哦，你只要能摸到那个网，摸看就知道了嘛。哎呦，哦，摸得到吗？哎，可以，应该可以，应该。夏老师能摸到那个网就好。哎呦，哎，这个叫投篮，男生会不稀奇哦。嗯，夏老师。穿高跟鞋灌篮的女子，哎，摄影师小心，摄影师，哎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潘玮柏，好，谢谢。接下来就是谢金燕跟小饼的表演了。真的很厉害呢！哎呦，原来刚才小饼就是哦，一直围着围巾，因为这边有还有两个辫子。对，整个人是倒过来演。倒过来对嘴。看到你现在这样子，让我们最惊艳的造型，现在对呀，非常想看，绝对想象不到，他这样还不好意思。我拜，妈的啦，我拜，我拜。哎，干嘛？小黄给看起来。你们会给我留特写？对啦，特写嘛，我要给。成为我一辈子的遗憾。不会，现在也还蛮紧厚款。可是好痛苦哦，因为它是整个要盯住鼻子，所以我们刚才所有的重量都是用鼻子盯。那几乎是不能呼吸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小燕姐她还用脖子吊着这个
吊着这个吉他，全部的重量都在我鼻子，我很怕我朝天鼻往上打。而且我们对嘴对到一半呢，因为那个脑充血的关系，就开始耳鸣，根本听不到歌词。哎呦，表演的非常好，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啊！谢谢今日小品。接下来我们介绍北原山猫的吴廷宏先生。哎呀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对对对，今天来呀。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刚好跟那个国外史努比啊史努比合作一起，非常可爱的那个对史努比啦、露西啦，还有叫查理布朗，查理布朗，哎，而且原住民要跟这个国外的一起合作很不简单，不简单，哎，我们花了一年时间排练呢，这样啊，比方说这位女生她叫什么名字，她的原住民名字叫吉瓦斯，吉瓦斯，哎，吉瓦斯跟吉娃娃是，吉瓦斯是人的名字，国语叫做吉瓦斯，但他国语是还是吉瓦斯，还是吉瓦斯啊？男生呢？这个叫布农族，布农族，哎，讲布农族，因为他大腿小腿都一样，哦，一样粗，也不是一样粗，大腿小腿都一样，而且他们布农族很可爱，尤其他们的警察不错，警察好，我们很多很多开车的经过布农族的部落啊，警察是布农族，哎哎，一看一这个检验酒测，对哇，全部送到派出所。每来一步都送到派出所，通通送去啊！弄了半天，奇怪，我没有喝酒，为什么送到派出所？送去呢？哦，警察本身喝醉了。耶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出去的酒都是自己的酒味哦。原来你有喝酒啊，通通带走了。不能煮，这样子的阵容可以跟我们史努比一起表演。可以，这才是学问，好不好？可以。现在我们就来欢迎他们的表演了。好，来来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团长又要跟我们讲了，中间是史努比啊，右边的呢？这边右边是Lucy。那这边的呢？这个是查理布朗。查理布朗。对，哎，这三个非常可爱，哎，是我们小朋友在他的世界里面不可缺少的几位这个明星级的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娃娃。而且你看，他们一来跟我们原住民结合，嗯，用原住民的图腾。嗯，欢迎他们。这样看出来的话，好像应该有一些巡回的表演了，对不对？没有错。太好了啊！希望你们表演成功。谢谢，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。谢谢。接下来介绍的是一位美女，也在我们这一波，出唱片的高潮里面出现的一位，新秀，那就是传天颖小姐。不好意思，念错了是吧？薄天颖小姐，也不对，传天颖也不对，薄天颖也不对，
傅天颖，其实是傅天颖，对不对？对，很漂亮的女孩子，身材不错。我叫你看名的是看的。哪里出生的？宜兰。宜兰，哎呦，吃鸭嗓长大的小孩子。对啊。哎呦，宜兰最出名的有鸭嗓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温泉。温泉。温泉，还有温泉空心菜。空心菜。对。空心菜不是到全台湾都有吗？温泉空心菜很大一只，那个管子很大一根，对对对，哎，好像那个我们一般洗车，你看到那个水管那么粗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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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，那你不知道啊？没有吧？跟吊点滴那个差不多吧？吊点滴的，比原子笔的管大一点吧？啊，对。对啊，给我们带来什么歌呢？牛仔小燕舞可爱版。牛仔小燕舞可爱版啊？对。小燕舞哦，好，欢迎傅天颖的表演。哎呦！哎呦！老师，哎呦，哎呦，没想到这个大衣下面就是掩盖的这么美好的这个啊，哎，原来那个是御寒用的。对，您要是早一点知道能御寒的话，何苦还到现在还天天穿着大衣呢？对不对？我早就注意到御寒了，感冒到现在还不是因为天气的变化，然后睡觉被窝冰凉的。什么呢？就是啊，不起啊，起啊！你们叫什么？被窝盖的被窝，对，你被子，你们叫被子，棉被了，棉被啊，你们叫棉被，对，哎，棉被。那要是不是棉的怎么办呢？哎，老夏的问题当场又让老张哑了嘴，眼看着这两个又要斗上嘴了，好哎，精彩好戏马上上演喽！我们节目真的给姑娘这么大的压力，要不然感冒颈不好不是办法啊！还真是你害的，真的。是我掀的您的被窝吗？不是说这个，你这还血喷人呢？这我不是，你这叫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啊！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哪有这个意思啊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哦，早就怀疑你们两个了，真是造孽啊！好，你等着，你好，你不就是发片了吗？你至于这么高兴吗？你发过片吗？我发过疯，我没发过片。瞧老张怎么搞疯老夏，看老夏如何惩治老张，老张老夏斗嘴篇即将登场。大哥大被窝盖的被窝，对，你被子，你们叫被子，棉被了，棉被啊，你们叫棉被，对，哎，棉被。那要是不是棉的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个学问就大了。不是棉的，就一条一条的是吧？不是被窝哪有一条条，那不有啊，一条棉被不是吗？有一首歌叫一条棉被，有一条棉被，你们叫被子叫一条、啊、一床，对，一床，一床棉被，一床棉被，对，你们家被子都一条条的。哎，不过这台语就是讲真的了，一条棉被啊，棉脚被，尽量一两，一件，一件，一件，尽量，哎。一件棉被，一件棉被，哎，这很奇怪啊，很难讲。哎，其实讲到这个语言，中国的语言是真的，像这个北京话是这样，是谁在楼下啊？啊，是我在楼下啊。你在做什么啊？我在小便啊。哎，北京话，但是到了台湾就变，刚刚是六个字的嘛。
变，对对对，刚刚六个字嘛，嗯、是谁做什么？在楼下哦、嗯，到了台湾就变五个字，五个字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谁在下面？我在下面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小便，四个字。哎，但是到了台湾呢、啊，台语就三个字，三个字了。虾米人？起卦了，冲他放尿了。哦，真是变三个字。到了这个四川呢，四川两个字，两个字是谁？是我，左杀尿尿。乱讲，这到底是哪一省？不是四川话吧？那四川要怎么讲？我不在问。四川要怎么讲？四川话不太好，不太好讲。上海话是说啥人？啥人？谁？哎，啥人？阿拉，阿拉，朱砂，朱砂。你小队怎么讲这？傻事。傻事。傻事。那山东的一个字了。睡睡。爱。傻。尿，鼓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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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都会啊？没有，我最近上有研究了，上晚去看，哎，还蛮有上晚，我还上汤了，我上晚。啊，先验收一下班歌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哎。唱片停了是吧？不是不是，您这玩意儿，这啊？不是这几个字，他们翻了以后，我有的字根本念不出来。很难念啊。嗯，那个 B U N B U N， 但是他念台语的是 B U M 啊 ，born born 是吧？应该念 born。李真 born， 好本领。李什么？李真 born。李尊笨是谁？不是李尊笨，李尊笨，好本领。好本领，那你真笨都出来了，你真笨。我怎么听你在骂我？我真笨是吧？不是，这是康康说你真笨。哦，你刚才在说我真笨呐、啊，是吗？笨呢就是好本领，本领，懂了吧？以后记住。好本领，好本领，好本领。啊，你们也有这个词儿哈？有、哦、啊！今天听说带来的东西难呐、啊。是。是一个广东大戏，广东大戏，哎呦，一人要四两脚呢，是是，哎，分飞燕子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那我要请两位老师。好的。雨风晴和太阳
哎呦，好哎，哎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咱们这个教室里面还第一次，因为歌手的表演需要请到我们的国乐，对，民乐，民乐非常有味道，好听啊，好听啊，掌声也给我们两位老师也鼓励鼓励啊。谢谢谢谢。哎呦，没想到您这个男生女生这个在您来说都是很简单的事情。不简单，其实今天那个对我来说压力大，因为男生的时候太低了。所以女生调门一直往上提，可是我今天又感冒上不去，所以不能再，应该再高两个调门。已经非常完美了，真的不错。是真心说的话，还是又在损我呢？您真是多才多艺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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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不敢在您面前不敢班门弄斧。好学不倦呐，连广东戏都这样的用心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十八般武艺是样样精通。那是让您这节目逼的呀，那不玩不行啊。哎呦，我们节目真的给姑娘这么大的压力。您觉得呢？免疫力都开始退化了些，要不然感冒颈不好不是办法。啊，还真是你害的，真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是我掀的您的被窝吗？我不是说这个，这海血喷人呢，这我不是，你这叫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啊！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哪有这个意思啊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哦，吓你们两个了，夏老师，小敏，我跟你不错吧？夏老师，你肚子越来越大哦！别胡说。是造孽啊。好，你等着，你好，你不就是发片了吗？你至于这么高兴吗？你，至于那么高兴吗？对呀，至于啊，他听不懂，听不懂，什么至于？一般人听不懂啊。什么叫至于？对，我白说了。哎，至于吗？至于是什么？至于就是说你何必这好像？你不过就是发片了吗？干嘛那么得意呀？至于？哎，这一突然我还不知道怎么解释。这至于还真的不好解释。你发过片吗？我发过疯，我没发过片。多少场了？这国家剧院真是练家子，讲什么话都能搭腔。刚刚所有的话说的都损人，不过你说了句真话，肚子大了一点。哎呀，说话有伤到姑娘的地方，还请多多包涵。没关系，看在您的份儿，谁让他是您徒弟呢？有其徒必有其师嘛，对吧？哟，这话真不简单啊，真是舌上有龙泉呐、啊！他杀人不用刀啊，阁下。客气了，师傅门前不敢翻门。哪里哪里，您还是得还我个清白啊！我还你清，你得还我清白。那被子是你掀的还是我掀的？我没有掀过你的被子，你也没有掀过我的被子吗？哦，那天咱们都没盖被子。你家没盖被子，我在我家没盖被子。我盖没盖被子关你什么事啊？真是的。哎呦，人家关心你嘛。别胡说八道，这录影呢，这是绝对不能播的。哎、您不说。有伤风化，我知道台湾叫风化，有伤风化。哦，这叫风化。你留下我的名声，求求您了，师傅，您饶了我吧。别客气，别客气啊。那么今天表演的非常好，鼓励一下。谢谢。谢谢，哎呦，下课啦。英万的春娇将会遇上飞哥的纪灵，火花再现，看春娇将会如何款款深情。我给你用了，会晓未晓？会晓未晓你啊？会晓。底下退掉，都免夹个安尼啊！乔继明为春娇弹奏骄傲的心声，结果是。最爆料的志明春娇，最精彩的飞哥将会，巨星登场，马上就来啦！巨星登场，将会。哎呦，今天呢、啊、要为各位来介绍邀请到的这一位，那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哦。
最近江湖人称二姐的一位。哎呦，什么呀？哎，奥多呀。啊，不不啦。我的老婆是个二姐，哎，不是奥多呀。不啦，是讲伊在咱这艺坛里面享有着盛誉，江在我们演艺江湖里面人称二姐的。啊，可以被飞哥这样推崇的人物，我想啊，他一定非常的了不起哦。那当然不是开玩笑，我们节目能邀请到的人，一定是要有够分量，最近又要很热的新闻人物才会到我们节目来。Domingo， 把听下过不 ？Domingo， 三大男高音最近来台湾表演，哦，唯一钦点的一位，你敢知影伊的历史啊？我知。他曾经呢得到金曲奖，三连庄，三连吧，纪录保持人，本土天后。对，那个时候我记得1983年唱的一首歌曲《你就拎来》啊，红遍大街小巷。后来呢？1984年，小白的海花，这是非常好听的一个歌，对，打进 Top 5，哎，还卖。1992年，九阿的心声，真的是破纪录，台语的销售纪录。哎呦，到什么程度、啊？东南亚至少也有200万张啊！哎呦，你给看卖啊，姐的啊！你起码得几张啊？2008。你都要慢慢来拍片啊！所以讲，给那里很高兴邀请到这位我们心目中永远的天后，要跟大家见面，把过去的一些成名曲呢、啊，做一个完整的。呈现，现在一起来用最热的掌声来欢迎永远的春娇，江蕙小姐。放来对，上好听的一个歌。心底太远，痛苦的心情。
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，谢谢我们阿兔子哦，谢谢，哎呀，飞哥，二姐，好久不见，是啊是啊，非常的想呢，是呢，哎呀啊。哎，平安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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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哎，恭喜！最近得奖了。立马展开公益得奖啊！开玩笑，这是大事哎。嗯，哎，恭喜恭喜，发片了哈，兵变嘛。哎呦哎呦哎呦！这个二姐是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啊！哇！哎，大刚在厨房来看报纸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哦，这一次在看到这个在国父纪念馆还是哎不是体育场？体育场。可给你无去啊？你写足无意思，讲真。不是讲无去的，因为我的地名都实在是太浅了。你也想看嘛？伫遮侪人伫迄个所在时阵，国门卡靠遮侪拍烟钱呢，都袂臭到去。那是这款情形，我若进伫内底的时阵，边啊国无警察甲我保镖的咧。万不幸我若防安怎？真的是不是啊？我个人的性命是算少。我是讲，民众、观众，安尼阁刷了要看什么节目呢？其他三台敢会看口呢？哎，我拄只那突然间安尼，敢那古镜头起来。因为我细汉的时阵，对这个阿西甲周雄在卖药啊。周雄是啥物啦？周雄啊，周雄。好啦。啊好啊你啊，哎、欸，你那等到伊那继续紧张啊呢？不是讲紧张啦，我得尽量爱讲这话。张翰讲今仔比较少，招伊从啥？招我从啥？讲袂起咯。无啦，去啥物啦？啊你，啊是你今早就。我想讲要叫伊两个搞围事一个。哦，围什么事啦？围事就讲那一个人要对一个小姐，一对一哦，就是很难，旁边没有人吆喝，对不对？本来想讲要招平原讲搞我，哦维世杰，但你看伊这款面，这尼啊高义，对不对？这应该心跳啊！你嘛有发现着？一粒比一粒大。伊这人话袂见小王平原话袂。啊，安尼啊，这叫做买换啦。伊讲发条啊，违法。我唔是讲买货，我是讲这条滴滴发，滴滴发。那安尼。我看你讲真，你讲那顶啊。顶啊！哎呦，这顶啊，那上面的时阵都危险嘛。哦，啊！你蛮性格哦。把人的铁钉啊、条啊，这个算小把代志。小代。上恐怖的是蝇啊！你还没听过吧？我没听过。听过吧？蝇啊，蝇仔啊，蝇仔。那个蝇啊，哎呦，那个我听的，那个。你还在？你是哪一个？蝇啊是搞到什么物件？不是，就是桥楼过档，有啊。哦，操劳过度。打麻将还是熬夜开会？啊！你要看你只高一个，你哪敢讲你麦克风的假只？我你在讲，伊拄只是讲啥嘛？你耳康边啊，唔通讲啊，迄个未听字的话啊？我是讲这原来这是赢啊！哦，赢啊，赢啊，对，赢啊，迄我听嘞，开玩笑嘞，迄个人若无甲噗挤出来哦，吼，安愈发愈大了。哎、欸，其实江小姐，我们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，你总是也有生过什么怪的东西吧？对不是，不是怪东西，总是不管你是外苦还是外惯呢，对不对？咱总是嘛是爱食饭，一定是不生过顶啊，这就是讲，大家来研究一下。哎，你看，你看二姐皮肤遐水，那有可能去生黑？哎，对吧？有当时啊，顶啊为平康画出来，你唔得。你看呢，这个真正含洗面都疼，你唔得。对不对？你怎么都不讲不上话？我等着巨星，我再跟丢了。哦。有没有今天有没有机会可以跟他这个？那当然，当然。对唱一首歌。今天难得有这个机会呢，我们要跟江蕙小姐啊。给他们两个一个拔擢的机会。你对江蕙小姐有什么印象没有？哦，怎么会没有？哦，其实江蕙姐的声音呢、啊，我觉得她真的就是一个歌声的机器啊。嗯，只要是歌词放在你的嘴里啊，跑出来的都是好听的。有这么厉害吗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如果有这个荣幸，可以跟你一起共用，共用。共用一个喉咙，但你这句话，咱真奇怪嘞，真正有影。我是讲，
共用一首歌了。哦哟，哦，共唱一首歌。对啊。那我们就先让金马奖的这个得主嘛，嗯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好好好。二姐的歌，我们昨天准备了一下，嗯，好吧，也分配了一下。嗯。平原，你就跟二姐来唱这首歌，好吧？什么歌？孔锵老师哦，国语哦，一种感觉啊，孔锵老师啊。有的时候我看见你好温柔，有的时候我又感觉你对我是如此的让我无法琢磨，为了什么请告诉我，从来不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来跟你说，不是这么简单的，你是去倒位唱不对，我是啊，我知啦，啊，我是不是减唱两小节哈？哎，你加唱一小节。我加唱一小节。啊，你也是什么金马奖啦？你也客观黑哦，我还讲。到底是什么情形？好不容易有机会跟，咱定来了。无啦，即个唱了唱安一安那种成功，伊的造化无够，伊就刚刚会使唱个加两。没有没有，其实用多少功，他是在帮我解围，其实是我的错啦，因为我突然间忘记歌词。当然，他真的错了。对，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哎呦，你看他这个人多好，哎，哎呀，啊，习惯我们就一个人在隔壁门对，非常真要好，王小传来来催你，啊，哦，对对对对，哎，这哎，嗯，这款也是送身世还蛮难找到的，真的，都叫起立唔掉，安尼过来几杯，过几杯，过几杯，好来，我想过来几杯，好。有的时候我感觉你好温柔，有的时候我又感觉你唱啥？喂，我来，现在是什么状况？怎么又唱不下去了？到底是哪里吐了贼，让大伙又笑成一团嘞？嘿嘿，猜一猜，广告回来你就知道啦。台语歌坛女天王唱将江蕙。破天荒的开口模仿其他歌手的名曲，一饱您的耳福，听江蕙的《金包银》，有味儿哦。听江蕙唱《大眼睛》，够呛。还有王安宝、马嘎奇，还有舞曲摇滚乐，这些歌江蕙唱起来是什么感觉呢？江蕙模仿处女秀马上就来喽！巨星登场，江蕙。我想过来一下。谢谢。有的时候我感觉你好温柔，有的时候我又感觉你。好惨。喂，这次又快了一小节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看伊这款情形会紧张，像安尼看麦啊，咱就知影讲，你喊多明哥在演唱有多紧张。对呀、啊，真的是，咱两个是无尴尬，是吧？无什么尴尬。哎，无尴，但是他们真的是不太一样，尴尬。尴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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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嘛。啊哈。那这样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情绪调整一下。好，你上来。啊，好啊。这款名在你唱的落去无？哈。我尽量啊。拜托了。我小红龙红之称对不？啊，哎呦，对。哦，啊。忧愁的牡丹。啊，哎呦，你诶有敢有这条歌？忧愁的牡丹。有。安尼好，康康，好好表现一下啊！我先过来一个哦。梦中有看见
开，阮就是一人一寸花香味。容易，你看看，哎呀，二姐啊，像这种情况你还能唱下去，是让我非常的佩服。我是经常不看。现在定力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哦。演唱情呗。开什么玩笑？我跟二姐的歌就多了，桃花过度啊，嗯，唱不了两格刚，对不？嗯嗯，不是咧操蛋，不是我无要敬这款的，无大自爆，二姐伊嘛无阿多。啊，是你试看没？我试看没啊。哎呦，真是的，你拿安尼先，我来换歌。啊，你哪会？哎，飞哥的。我敏感招待。哈哈哈！哎呦，你要崩溃啊！这是当时人，当时人哦。好，我讲这个服装哦，真正哦。啊，我给你用哦。会晓未？会晓未晓你啊？会晓。直接提掉，都唔免夹个安尼，咱咧揣着这款嘛艰苦呢。不是啊，你古代海气安尼，都直接卖夹吧。你安尼点都比黑卡好看。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帅气啊。对，真的，我也是觉得什么，哎呦，嗯。你根本你后边敢叫物件的啦。不过咱两个呐拄着无好好唱一条歌。拄着。那我那个刚会拄着，一定爱有一个真好听的歌，《伤心酒店》。哎呦，嗯。林丹的公司。还行吧。拍摄不是你只安弄掉，安尼你爱暂时休困者。哈哈哈！那边我们像是录舞的，女的先唱。你是我的默契，看嘛听。哎呦，我伫卡拉 OK 哦，常常我拢唱头一句呢。奇怪，那边阿小姐唔捌甲我讲过，讲这是女人唱的。是吗？哎，所以讲你甲伊唱歌，你的压力嘛就大。你也知伊个多民歌，我听听哦。安尼拍摄过年，甲你交流。阿伯，来，老师请了，嗯。以前都是他笑场，怎么现在我会笑呢？啊，
好啦，奇怪，我哪会笑嘅？为我迄句暗淡，迄边迄句好。暗淡酒店。暗淡。开心。对啦。我一直唱都是就是拉那么长，应该是暗淡就这样的。对啊，就。啊，那可是刚刚那个歌味道，可以靠不错啊。暗淡酒店内，悲伤啥人知？痛苦吞下来。正经爱好好唱唱，为我独家一遍。可对你呀、啊！你若拄着别人爱砍的哦，你嘛爱跟着砍落去。对啊。你嘛是爱用什么唱法？暗淡酒店内，悲伤啥人知？痛苦吞腹内，一杯苦再来。你哪了解？你好烦哦、啊！要哭吗？独自。感情是落的无奈。哦。虚情的对待，多情的世界，做无真正爱。多民歌的味道有、哦，当然有、哦。姜还是老的辣，我哩凊彩人一个唱歌呢。我等下红英红安规半波也无好唱。我这我唔是调羹，我一直以为这个歌真的是这样唱。哪有不是这样唱、啊？没有，因为它是日本的歌曲。哎哎哎，日本歌咱咧唱拢会安尼嘛，有人唱国语嘛安尼啊。对，其实这个那是 feeling 来的时候就会这样。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就是 feeling 来了，有时候就不用去挡住。不是啊，也不可以每一句都是你唔爱听，人家孙淑媚那唱嘛是拢安尼。也是听海哭的声音。哎呦，哪有那么？他们也是这样唱。也是演歌派的嘛。闽南语，所以他为什么唱法跟人家不一样？哦，嗯。可是刚刚他你抢了二姐，你抢了那句，我也觉得很好听。也蛮好听。是吗？哎，咱们安尼也好听哦。安尼嘛是好听。哎，好可爱。对啊。哎，不过我们很难得看到，能不能让二姐来一点快一点的歌，对不对？快乐一点的。我那个点起来好不好？好啊，较紧的歌有无？多一点，那个可以这样，可以扭可以摇的，台语的舞。蒙阿波呀，蒙阿波呀，刚站站站，哎，来来来，来来，走了，去看嘛，哎。敢问家动作电子花车？我是替你盘木嘞，结果安尼那一直应该海湾开始腾起来了。你拢无唱嘞？啊！我讲拜看。啊，无你来摇啊！哎呦，哦，你感觉呢？我看见老花的嘛。唔通安尼啦！哎，过去拜啊，过去拜，咱卖摇遐大。哦，好。有这大人，一想买无看的嘛，买无阿多。咱今年那访问姜蕙，我有经验。如果我们要做效果或伴舞，为了画面好看，可是你影响到姜蕙唱歌。对呀、啊哦。我们在他后面一点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哎，阿丽娜哥压掉咱的无阿多，对吧？对了对了，你好漂亮，看到几个？你要带一下子。哎哎，老师请阿亮。
这回飞哥三人乖乖排排站在后面，不给姜慧压掉，姜慧怎么又没法往下唱了？这是有原因的哦，待会儿回来告诉你。巨星登场，姜慧。唱袂落去啊！因为你知道，唱歌的人就是那唱啊，甲一个程度，所以根本声都无法子让我唱。我那换一点话啊！这确实有人要听你唱一拍着，哎。金包银，嗯，可以试看看。我还想考虑一下。哎呦，蔡秋凤还好听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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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全都感觉到那种有没有？嗯，因为他的声音其实蛮好学的啦，好学。他只要用那个，可是你唱特别好听啊，是吗？真的好好听，演讲都好听，真的还假的？真的真的真的，想象起来就不是舞台上的姜蕙那种感觉。刚刚有唱了这个蔡秋凤的歌，蔡秋凤，我们点我们二姐唱一些男人的歌，他都喜欢那个鼻音很重的蔡秋凤，这个大眼睛。大眼睛，高凌风先生这个歌，如果从二姐嘴巴唱出来，就是很难得了。可以赶快请一下听看看，我试看看呢，我从来没唱过。真的吗？好，听看看，大眼睛哦。唱地瓜青，结果咱即个叫瓜青唱地啊！这是一次就好了，一次就好，好吧？安尼那一次，前面那这个算不算？安尼过几遍哦，一次就好，一次就好，哎，嘿。有什么要求不？今天来个家要求哦，我觉得也要唱一首我的歌吧。
哦，我是感觉讲唱有这块歌吼，啊有头前迄个有哦，你定下咧笨的迄句哦。什么？嘿，哎呦，意思是讲，你叫你个笨一个，我可能无法度答应你的要求。安怎讲？因为这个你要点的歌甲笨杀松有关系。对啊。这个歌其实你家己的歌，嗯哼，安尼这块可能是迄块叫做。酒后的心声，干嘛提醒他啦？我就是要考他，天哪！你还在考别人，我嘛在考。什么提醒？秘书跟他歪成老人痴呆啊！你差不多啦。对啦，这条歌没提醒，这条歌就红了。对啊，是吗？什么名？酒后的心声啦。这条歌我坦白讲，我已经早都收山啊，真久啊。嗯。自从顶半年你来，我敢那替你本过一遍了。我本过。没有啊。哎呀，你足无意思，你从来捌分过啦。啊，最近真正有影，我若分差不多十分钟了后，休困两三天，回去厝内拢咧下鼓。没有啊，我也有练过萨克斯风，我小时候也练过。干脆这样子好不好？我有没有这个荣幸，为二姐吹一首这个？哎呀，平原这个就平常讲，这有一点阴了。平常讲对。我嘛是会晓分啊，但是我无早。哎呀。你买来这头？哎呦，品源看不出来，原来品源会吹 saxophone， 还等什么？赶快把乐器背上来。真的吗？可以吗？欸、当然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真的吗？对。好、啊。哎呦，来，因为这个本的物件呢是需要这个中气。对。加在我少年的时阵呢，保守太多啊。哦，你个要创什么？啊，你要弹吉他？哈呐！啊，我马上弹吉他，我无杂啊！啊，我要唱，我敢要顶唱啦！你已经唱到袂歹。哎呦，红颜红爱海死啦！二龟包包拢无唱啊！你去拍鼓。我拄啊，这个乐器袂响尔，你个还在搞死人啊！嗯。是什么声？有人在用吸尘器的，是有人在吸尘器呀、啊。哦，是你在练啦，你要来 test 啦，好不啦，嗨，好啦。老师，你这吉他可能爱玩哦，那查个这多物件呢？哇！你这样有那些歌手，那我再调唱，我就配合你啦。规期咱两个换一个好了。换乐器，江蕙，别以为换了乐器就 OK 了，还是不可能的代志。飞哥准备出怪招，让江蕙要笑到求饶，是什么配方嘞？广告之后马上见分晓。巨星登场，江蕙。比起那两个换一个好了。炸了后啊！二姐给我们带来这一首合作。酒后的心声，谢谢。
但是哦，也真的是非常感谢。那没有没有，本料袂歹，真的真的是，你也弹得非常好。嗯，哎，这个萨克斯风，这个好，这个哎，那是嗯，你是唱啥的？无啦，你是听无线电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这个歌啊，平常心讲还蛮有意思的。不过今天我们二姐来还是有任务在身上。嗯，我们一块欣赏二姐给我们带来这首新歌。遥远的等待，谢谢。这张爱相思要如何来安奈？外面风声拢在交代，听着我满腹的感慨。听讲你所去的世界，流行着寂寞的爱奈。飘浪在风霜的时代，梦飘散点海甲天涯，期待着温暖的未来。非常谢谢江蕙小姐。